接下来我可能要谈最后一个问题，对文革的评价。一，文革中的乱是怎么回事？现在对文革的评价是，文革把国家搞乱，是浩劫，是灾难。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当然难逃干系。但常识告诉我们，文革是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他愿意让文革成为一场灾难。毛泽东为这个国家建立牺牲了六位亲人，他愿意通过文革把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给他搞乱，这不符合常理。那谁想把文革搞乱呢？按正常逻辑推理，应该是文革的反对者。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自己对文革的评价是，对于文革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的方面。他接着说，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一定一致。文革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谁发的？搞武斗、搞全面，一般群众他肯定没枪，谁给他的？我告诉各位，是当地的驻军给他们认为是左派的人，他们认为的左派实际上是当时的保守派红人，这枪就这么出来了。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不优待俘虏，这不好。其中一个人打对了，一部分人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有的出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的气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到对立面上。这是毛泽东整个我们能搜集到对文革的评价。毛泽东在文革前特别强调，批错了就平反，而且必须要赶快平反，比如对贺龙。应该指出的是，打倒一切是文革反对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行走所有的资产的产物，全面内战同样是文革反对者的作品，不虐待俘虏，即对待有问题或没有问题的人虐待，这既有文革反对者的挑动，也有群众的过激行为，这些都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文革前期是有些乱，主要原因第一，要打破一线领导用十年时间培育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的遇到其激烈的反抗，反抗的方式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求自保，这当然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文革初期乱的初始动因。第二，当官僚体系被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冲垮之后，出现了局部的权力真空，野心家趁机抢班夺权，地方宗派势力趁机做大，文革派中的几朵麒麟像，这些是文革前期有些乱的根本原因。第三，大民主过程中群众的理论基础极为薄弱，容易被各种势力所利用，因此导致政策上出现偏差，这就使得一些干部、学者、文化人甚至宗教人士也受到冲击，作为当权派和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这种冲击在当时似乎不可避免，这是文革前期有些乱的不可避免的因素。这怎么分析乱？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在文革中所受到冲击以及他们的家属有怨气是属于正常的，但这部分人中，这部分受冲击的人中，在社会总人口中毕竟占小部分，以这一小部分人的个人感受及其好恶来评价文革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否认，文革前期确实有人自杀，这在运动本身也是反对的。对于这部分人也要做具体分析，从共性上看，这些人的意志都比较脆弱，从具体情况看，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曾经搞过官僚主义，或者曾经刮过共产风，或者曾经搞过封建迷信，或者曾经宣扬过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或者曾经欺压愚弄甚至饿死过百姓，因此前期受过压制的百姓有气要发泄出来。当然并不是说群众偏离政策的过火行为就是正确的，所以毛泽东对文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但只要看一看法国大革命，不仅贵族被压上断头台，连工人农民一样被
错杀，这样一相提，有亿万群众参加的巴拿革命，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场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只不过它动员了亿万群众对整个社会的几千年的私有制度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震荡极大的洗涤和清洗。关于全面内战，原国防特工委干部运祥仁曾经有篇文章，你们可以记这个人，运祥仁，运在一个运，安详的祥，仁义的仁。他当年是特工委的党组成员之一，也是全国人大、四届人大的代表。他以《赣江仓王》一书为依据写道，1967年2月10号前后，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臣奉命进京，他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结果是去看文件，在京西兵馆，文件只有一页，文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只准用眼看，用脑子记，不准用笔抄录。有人站在那儿看了，与他同时看文件的是同属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谦、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各大军区都去人了，好像是分期分批看的。看完后立即会传达落实。32年后，李一修将军、石一臣在谈到这份没有文件的文件时，还能回忆起是这个样子。他说：“毛主席指示造反派冲击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文件上还有林彪批示四个字，完全同意。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少将按照自己对没有文件的理解，把战略部署具体化，对南昌军区布置说：“你们抓人要计划，一批一批的抓，不要零敲碎打，声势要大，影响要广，通过抓人取缔组织，他们一下子就垮了。”江苏省军区按照中央要求的精神，已经陆续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进入全省223个重点单位。然而这些军代表连连下去之后，表态支持保守派的有207个，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家，其余未表态。事实证明，就全国而言，出现这样的情况远不是江西一个军区，不少军区都有类似情况。因此1967年1月28号，中央军委发布发条命令，命令中说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革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制措施。运祥仁的文章说，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在给各大军区在有人坚持的情况下看的上述文件，一传达贯彻，才出现了全局性的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的情况。因此弄清了这份没有文件来龙去脉，就能充分证明谁是文革中制造动乱罪魁祸首。经查，这份没有文件源于1967年2月9号，关于军队在制作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的中央军委文件。运祥仁把这份文件整个给它摘录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中毛的批示是这样写的：一，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管辖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毛泽东2月9日上午。这是一个。二，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通过，然后发出。毛泽东2月9日下午。好，我们来看这个、整个这个文件是这么说的，题目叫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政权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括号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逮捕他们的头头，但不要开枪，是指的对待反革命派，可不是说造反派。
第三条略他不说了。第四条，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嫌疑犯罪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或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在说服无效时可以开枪镇压，是对那些人。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死当头就是大错。以上规定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宣传教育，看到了吗？这就是毛当年下这份文件的原意。可是当我们很多军区领导人看完这份没有文件的文件之后，回传的完全是两个样。因此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青海赵武夫就残酷的镇压群众，就是这个。那么新浪微博发表的作者金剑客的文章，文革十年都耗竭了些什么，耗竭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运尸飞机下马，截止1982年，中国空军总设计上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截止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上马原规定11个项目，其中主要有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3、094、094核潜艇、092G 大型导弹、SLV 驱逐舰、早期的航母，全里面下马。第四，截止1982年，二炮下马的原定项目达45项，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地东风啊，东风6A 固体发射的东风7A、东风12空舰、空射火箭，还有直7下马、直8下马、歼8二型一拖再拖、歼9样机免遭劫难、歼10已遭搁浅，多项核潜艇被强行下马，反导变为反导的设计图纸变为污垢，东风7惨遭肢解被下马，大型驱逐舰计划遭下马，两个民用也不止下马，两个民用核潜系统，还有十年间未造一艘核潜艇，自动放弃长城曙光大型自弹机项目，自动放弃数字焊接项目。有人总喜欢拿文革中几个数字说事，比如第一，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率，有个作者叫丁书的，在开放中给的数字是死亡率大概在200万左右，即文革中年均死亡率是20万，按当时这个1970年文革人口8.52亿，文革年均死亡率非常率应该是2%。据《京华时报》2011年报道，我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率人数超过800万。按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13.4亿人，非正常死亡率为6%，也就文革死亡率是2.5%，现在是6%。这个数字是文革时代相关数字2-3倍。第二，文革中的自杀率，丁书估计文革初期的时候自杀率应该在10万至20万之间。现在文革初期被称作最乱的时期，我们将这个时期数字按最高数额再乘以2，即大概估计文革自杀年数自杀总数为40万，年均4万。这个数字自杀率为0.5%。据2011年北京晨报报道，中国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而2011年中国人口13.5亿计，自杀率为1.9%。新浪微博博友人民日报他自个发的，2013年9月10号，他发微博说，令人痛心的数字，我国每年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已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15岁到34岁的青少年人群首位，成为他的首位死因。三，我国每年约20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今天第11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珍爱生命也学会关怀。根据这则微博推算，在过去10年间，
我国已有250万人自杀，2000万人自杀未遂。现在中国一国自杀的人数占全世界34%。据日本警视厅公布的数字看，2011年日本自杀人数为30,3513人，按日本当年人口1.3亿计，自杀率为2.7%。据美国控房中心数字，2011年美国自杀人数为38,364人，按美国当年人口3.09亿计，自杀率为1.2%。1996年第三期《今日名流》刊发佟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大案一文中披露，自杀者中官员占17.24%，学者占31.03%，作家占27.59%，艺术家占17.24%，将军与文各占3.45%。这其中大官大腕和名流占到96.55%。第三，文革中的武斗死亡率，据1996年第十期《香港政评》报道，文革中因武斗死亡23.7万人，即年均2.37万人，年死亡率为0.000027%。第四，文革中强奸女知青或女知青被回城而现身，这是变相强奸。至于多少受害者，没有具体数字。当下为了钱而现身的女性，包括下岗民工、农村打工妹、女大学生、女艺人，他们无论是以妓女、情妇、小三儿、被包养、被潜规则而出境的女演员、性工、公馆的性工作者等等什么身份，他们都是被强奸，只是其数字大已无法统计。而校长奸杀自己的女学生，官员嫖奸幼女更是丧尽人伦。第五，文革中夫妻反目的数字也没有具体数字，但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每年有10万家庭因家暴而解体。据腾讯网公布的数据，北京离婚率达到39%，上海离婚率达到38%，深圳离婚率达到36.25%，广州离婚率35%。据新华网报道，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数量达到5800万人。第六，文革影响1亿人。那么如果这个数字的话，就是文革中有1/8的人受到牵连。那么当下城市下岗，农村圈地，人们看不起病，拿不起房，上不起学，找不着工作，暴力强拆强占强征，空气污染，食品有毒，这又会影响多少人。因此呢，我们说某个时代是浩劫的时候，最好进行相关的比对，用事实说话，而不能从概念到概念。